个人抓三个人，十分钟的时间，最少要找到两个人以上。我们如果这样子，我们一中抓到了，直接中了，我们跑不到了，十孔不为内。危机！我看着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我是超子，我是 Gay，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讲论讲超子推推，不不不，等一下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超，你来找一找。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你来找一找。对，今天这个 content 呢，今天的玩法是怎样呢？简单来讲就是捉迷藏啊。我们会在 Discord 的三楼来玩捉迷藏，然后一个人抓三个人，然后我们会用 Obsession 的方式，黑白的方式啊，然后来选谁来抓啦。十分钟的时间，最少要找到两个人以上。OK， Obsession， 我要抓，我最想抓小羊抓。OK， 所以。小羊抓 ，OK， 所以就是小羊抓我们三个哦。今天这个游戏诶，赢的人最有奖励了。奖励是什么？奖励是 PS4， 真的，我讲真的。虽然在我玩是不是？我抓两个以上，我赢了是啊。你们三个买有，输了那三个出钱买，就是反正谁赢，就是另外三个人出钱一起买就对了。这样抓的那个人就没有损失。哎，我要抓了，哎，小羊给我换的小羊。下一集还有机会，给你，不要，你的皮到底要出比较多，可以。如果他这样真的抓到我们，我三分二，你们三分一。OK， 就这样讲定了，所以现在游戏开始。十分钟过后，我们在这边集合。你要放我们时间去跑啊？放你们五分钟吧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五分钟够，你来走，我们来。现在就赶快去走啊！你要跟我走，来走，拜拜，好自为之啊你。OK， 我跑很快了，第四名点就输了。小杨还在那边。还有五分钟，我慢慢黑，他自己想要给五分钟，我本来讲一分钟就好了，他讲还有五分钟，你要被抓他，我拿绳子绑那边，五分钟啊，抓，五分钟太了，不要玩了，你可以滚下面去，拜拜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分开了，然后我是自己有一个 camp， 我是要找一个地方躲一躲。OK， 现在我就给他们五分钟的时间去藏，我看他们可以躲在哪里。所以等到五分钟过后，我就可以开始出去找他们了。不好躲哪里？这边好像有 fitting room， 换野地方我懂了。因为我们刚才讲不来躲厕所，因为躲厕所太臭了。可是这边有 fitting room， 找 fitting room 吗 ？OK， 我找一下这边哪个地方可以适合我们躲的。OK， 我觉得这边蛮适合可以躲的，在那边找一下。这边其实都蛮适合躲的。Baby room。我在这边里面躺。Baby room， 可以吗？躲在里面可以吗？躲在里面。有地方？哪里？五分钟很快吧？其实。躲里面啊。你好，拿完起来，然后憋住哦。憋住吗？然后我们两个在里面吗？可以。我觉得可以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的。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起来，然后我们躲进去里面。不是很多嘞。我们如果这样子，我们一中抓到了，直接中了，我们跑不到哎。OK， 我就躲在这边，就不要静静躲在一个地方，躲在一个地方是很容易中抓的，所以我们就听到脚步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地方。我先躲在这边先，我在这边观察那个小羊。这边应该很难找到我。OK， 现在剩下十秒时间，八、七、三、二、一，五分钟完毕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就要去找他们了。然后我自己这边会设定个十分钟的时间去找他们。十分钟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躲在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地方啊，就是那种卖传单啊那些之类，或者是那种电器的地方。我觉得那边比较复杂，他们应该会藏在那边。所以这边静静的观察小羊，看小羊有没有来。小羊一来，我就要跑。不可以，这边超快中抓到。Baby room， 不可以，这边太小。不可以，因为这种地方太明显了。有时间了，你懂？可能剩一分钟而已嘛。妈的，这么用力走下去，太近了。我们离小羊太近了。什么？这边。觉得那边先。在哪里呀？啊？看你们到底几厉害躲。如果这个十分钟我没有找到他们呢，我真的是 GG 了。剩下九分钟的时间，他们到底会躲在哪里？哇，我们浪费了超多时间了。讲到一个很贱的东西，我们可以走电梯上下上下吗？可以不可以啊？这样太臭了，弄松掉啊。用紧，我们习惯了。OK， 有问题吗？我们等一下真的没办法才进电梯，先随便找个地方。不知道
知道小羊出来抓了吗？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。重点，我们现在走的地方超靠近海的话，那没有地方了。我觉得刚才那 baby room 是最好的。我觉得小羊应该已经开始出击了，我觉得他开始出来了。还是我们就回去刚刚那个地方？我们现在想回去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放一只一只的东西，我们躲里面，真的没地方躲。小羊已经开始出击了。哎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我觉得我一定要躲在这边，完全没有人发现我。刚才我还看到臭小子跟小灰羊经过我了，很多人他们都没有发现我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肯定赢了。问题是我躲这样子还没看到小羊的人影呢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他。哎，我们抓太大摇大摆了。哎，你这个，这个容易中奖的。一开门看到，这地方很危险。换地方，换地方，换地方，走开啊！换地方，换地方，换地方，走慢一点，走慢一点。走的地方太明显了，快点闪！快点，就这边了，这边了，这边了啊！就这边，就这边。我们只可以这边了，我们看到他马上进 baby room 哦，这边是 baby room。我觉得我可以在那边睡一个觉，可是睡觉起来他都没来啊。不安全，这不安全，那你的 baby room 更安全， baby room 比较安全的，我觉得这边很容易被发现到，很恐怖哎，那里没有。有啊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先蹲下来。我现在完全看不到人了，哇，超累的地方，哇，这个游戏太累哦，很久没这样跑啊，很喘啊，不可以在这边了，太危险了。喜欢这个不是，不然三个在八个好要配我这样，我一个在这边等，静静在那边等。小朋友不好意思啊，你有什么讲话？因为我不知道要讲什么，一个人很闷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要跟谁讲话？跟墙壁讲话呗，不可能的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在这边静静的等待小羊的到来。我们这边现在算是安全了，有意就不懂这样啊。你够送吗？喂，不可以啦。妈的，臭孩子过来躲里面。你进去看，你进去看，听听到吗？可以，但是很肮脏。我刚才看到小羊经过这里，看到小羊在那里了，小羊在那边看到他了。我现在躲起来，不要让他看到。OK， 现在我要换地方，换一个角度来躲。他刚才从这边经过，他应该不会再走回来啊，所以我就在一边等他就可以了。GG， 他们没有在传单那边呢，到底是躲在哪里哦？要蹲住走啊！我感觉他离这边地太远了，真的不是哦。到底躲在哪里啊？进去这些衣服这里面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藏在这边啊。刚才那边都没有哦，没有看到他。看到你了，吉吉，我还有剩下六分钟的时间。我看到。我跟你讲，这边做工的人认为我们很傻逼，我感觉不好。很靠近，超靠近，我没看到。他旁边有人，没看到我。我有几百年前没有进来一个地方哦，进来也是很小的时候。就是在那个里面。我就听到脚步声，就开始了。不会是躲在 baby 吧？躲、哦？没有。哎，他们真的是够厉害躲、哦，幸好 game 场里面哦没有，然后电器店这边也没有，哇，你们啊真的是够厉害躲、哦。
小杨已经走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 plan， 我们想去电梯，然后一直上下上下。我跟你们讲，他刚刚讲我好像一定在北方这边，然后我妈就讲，哦，哎，没有，我爸是讲的讲，然后在隔壁对不对？在隔壁是啊，等他等我们出来，妈，等我们一出去，他直接两个人 ice cream 哦。GG， 我这次一定输定了，一分钟时间了，真的是找不到他们呢。哇 ，GG！ 哦，我断了，怎么出来了？我决定哦，我做一个男子汉，我不要再露在这个baby房啊！我决定了，我要出去，我不要这样露，去个躲里面，出啊出啊！你想啊，中的话就两个人一起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帮你看。要蹲住走啊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时间到，时间到了，一个人都没有找到，这三个人一定是讲好哦，一起躲起来的。OK， 现在我要叫他们回来。你是谁？时间到了，你们可以回来哦。时间到了，你们可以回来哦。我是不是骗人呢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我觉得小杨可能用骗人的方式来骗我们出去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给他骗到比较好。安全啊，走，我们退回去。我们两个人这底绝对是最恼了。我们躲 fitting room， 然后又躲 baby room。好啊，我们再回去。哇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等多五分钟再出来。小杨厉害啊，用这招来引诱我们出来。我才没有这样笨。喂，你们到底是躲在哪里哟、哦？美丽路。我绕了两圈了喂，厉害嘞！美丽路，他到底在哪里 ？OK， 回来了没 ？OK， 现在时间到，我就回去跟他们会合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啊，所以这集是小杨输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没有找到 ，OK， 难找了吗？我跟你讲，其实讲真的，这集是什么吗？脑砸总局。我跟错子一路躲在里面啊，一路啊，你们自己看啊，一路啊。没有，我本来是要找到他们这两个啊、哦，只是我没有去拉开那个窗户、啊。哇，吓到我哎！我看到我听你讲话，我们那边一句话不敢讲，连呼吸都不敢呼吸啊。我怕听到声音、啊。然后 Yuki 跟脑完全没有出来，话也没有讲，至少我们是有出来唠唠一下。有没有讲两三句？怕死了 Yuki。好啊，如果这影片可以过一千个赞的话，下一集就不要想抓，因为海林抓过好吗？嗯。下一集就我抓，然后我抓到解锁啊，抓不到的话就没有喽。几千块好吗？一千个赞啊，这样子肯定你要抓、哦。一千个赞，我们就来第二集，你来找一找。好啦，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哇，真的干累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毕业过后哦。没有这样喘过，我从毕业都没有这样挠过，真惨哎！我今次跑到很累，我很久没有这样大量运动了。好啊，所以今天的节目到这边，喜欢的影片的话就点赞、分享、分享、订阅。小杨，啥子？有这个挠王，今天的挠王 MVP。哇哇哇！好啊，如果订阅了，我又想要接下来电话，我要小铃铛，记得我们来一起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